其他投手，吴铎也投出非常好的成绩。不过，我们的 MVP 今天击出了一支全垒打，一支二垒安打，我们掌声！可是李翔跟胡金龙现在比较不舒服，先把掌声献给我们的胡金龙，他这次的 MVP 我们请我们的观众席来再给一回。是的，在这次我们的赛事的最终7-2的比赛，7-2的比赛，然后。也投出了4个3振，我经过评审的票选，最后票选出是在今天挤出2支安打，二垒安打跟1支全垒打，带有2分打点的胡金龙拿下。那当然，因为胡金龙他说他的脚有点不舒服，需要稍微先冰敷休息一下，所以请到我们的克鲁兹来代理，所以也邀请我们的球迷来颁发这 MVP 奖座。
第一局开始领先到第九局。那今天也是我们队伍正来到队上，那我们蓝翔周一天很特别邀请到他们来帮协助吴金龙以及这个英语讲座。那待会也会邀请到我们教练送出他的签名球，所以希望签名球的球迷们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喽。大家今天呢，记得我们明天开赛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下。